拍这个吧。怎么玩？要解开。怎么说啊？这袋系上是不是？是的。这样。这不是那个80年代那种。这玩意要45，疯了吧？拆开一下，不用了，还是拆一下吧。那我手上这个，你试一下。试一下什么？怎么骑起来？怎么骑呀、啊？这样吗？No。是这样吗？是。先生需要换牌吗？
这些是上锅子用的香菜、芝麻酱、金针菇、生菜、蘑菇、白菜，这是第二天的早点，这第二天的 BBQ 的面包，这是第三天的早点。然后这些是麦当劳以前剩的酱，这个是口香糖的盒，我装了辣椒面、盐，还有孜然。然后这是那种喷的油，就比较方便。这里是两把椅子，然后我们的睡袋，然后两个帐篷，底下这个箱子里是那个气垫，还有打气筒，还有多带了一个被子，因为有一个人没有睡袋。然后这个箱子里就是厨房的一些东西，做饭用，有案板，然后有这个 BBQ 的盘，然后这个是面包的，这是一个盘子，然后这是我们要涮锅子用的锅，然后还有饭盒，这是夹子、铲子，然后两把刀，然后这是筷子、叉子、勺什么的。然后还带了一卷这个锡纸，然后这个是擦那个烤盘的湿纸巾，这应该放在这个里。然后带了一个这个桶，是方便洗东西用的。然后里面是一些那个厨房纸、手纸。然后这是一个就是多功万能皂液吧，就可以洗手、洗菜、洗澡、洗头什么，带了一小瓶儿。然后这是洗涤灵，装了一小瓶儿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那个刷锅的，然后就是垃圾袋，然后还带了一个这种环保袋，到时候装什么东西是。然后这些是清洁用品，然后这个草筐里面装的就是一些干的不用冷藏的一些吃的，然后有意大利面，然后意大利酱、老干妈，然后这种听儿的鸡肉是做三明治用的，然后当然有康师傅救济，然后还有常温的乌冬面，然后还有就是豆泡，因为我目前是素食者，所以现在带一些素食可以吃的早点啊，还有零食什么的。然后这是他的早点麦片，还有。这是我们的炉子，然后还有带了3罐3瓶半吧气，然后我们有两个保冷藏袋，一个是这种大的，一个是小的，这里面是饮料，还有明天早上要把那些切好的火锅的食材放里面，然后还有冰袋，然后这个里面就是今天的蔬菜水果，这些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。然后还有一张桌子就不搬进来了，然后还有另外两张椅子已经放在车上了，大概是4个人的3天2宿。这是3天有用的洗漱的东西，就是洗脸的小样、牙刷，然后卷头发的，这个是当那个水的，洗脸巾、擦脸油、卸妆的牙膏、湿巾，然后浴液、洗头的，然后护发素、化妆品，就是一个散粉、眼影、腮红、睫毛膏、两个口红、一个小的香水。所有的护肤跟化妆品都在这个里面。另外我们两个女孩的牙刷就要带去，就浴室的毛巾、牙膏、牙刷、浴液、洗头的什么的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是一个蚊虫叮咬的药，这是木瓜膏，然后这是驱蚊的，就放在这个包里。然后这是随身的一个小的背包，有一袋湿纸巾、眼药水，然后这是那个免洗洗手液，有个手油，然后有水瓶，就必须带的，然后还有我的钱包，钱包里面只有一张卡，然后身份证件，然后还有我的车本，所有的东西都装在这个包里。这水瓶因为它是瘪的，所以特别好装，特别方便。然后还带了一个这种折叠的袋，就是以备不时之需。然后这个是脏衣服的网兜，还带了一个保温杯，因为早上可能会喝茶啊什么的。然后还带了两个这个钩子，可能在可以包上面勾点袋儿、瓶什么的，就是它可以勾在东西上，然后这头是个夹子，
想可能会毛巾湿的，没点晾，然后就挂着，可以晾一下，不知道有用没用。然后这是我的眼罩。现在这包还有挺大地儿的，所以我准备再带一个小枕头，然后再带个雨衣。这是个雨衣，这个包已经装完了，比我想象的还少东西。这菜放哪？放冰的这边吗？好的，这上面有还有雨呢。
谁呀、啊？行，可以。睡袋，长又宽。好了。车钥匙我放在哪？放这，放在兜里吧，兜里吧，兜里吧。哦，在这儿。很近啊，就在这儿。哇，真的耶！嘘。我怕被他踢死，一会儿突然冲我来。厕所很干净，洗澡的也很干净。那把水都倒上呗。倒上了，都倒上吧。好吧。这是什么？不是哦，不是，不是，这是哦。底料。现在我想念你就那么近。呜呼！不是给我吗？保护谁？我知道，但是你在那个什么，他分不清。谁分不清？没事，都能吃。吗？倒吧，倒吧。倒吧。好逗啊，这个。辣椒带我来点，干杯！哇，好好喝！喝氨基酸。好黑啊，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下一句。盖上啊，在那儿粘了吧，盖上了。还有东西吗？你的钱在哪？笑死我了！我是指路明灯。放满水，然后把这个放进去洗，然后洗完之后再。冲一下，我来拧着呗。拧去。好。热
经为了变得更好去到锋芒。能喝吗？假装你做的杯子。干杯。一直在滴。我就说倒热水吧。哦。还有火吗？进哪去了？打火机呢？打火机。So that's why we come so late. I know.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hammer. Yeah, thank you. And we're not allowed. 好惨。够吗？够。你看，我看不见了，已经。够吗？再来，浅一点。好了。下面，不。你知道我有多喜欢这套吗？啊，没有什么能阻挡人类的智慧。我家搬了个树枝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弄一下。看到吗？看不到。什么呀？Thank you.